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酱哥。今天呢，哇，经过了3年之后啊，这个山顶寨啊，终于度过了漫长的岁月。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山顶寨改变过后的样子啊。那这里面呢是，等一下为什么这里面会下雪？这里面会下雪啦，应该是有屋顶有破洞啊，没有啊，没有破洞啊。好啦，Anyway，我们这个这是山顶寨里面啊，我们去看看。外面还有什么不一样的设备啊？这个山顶寨改变了很多啦。我们这个 Nico 他有带来这一卡车的货物啊，这一货物呢就是一些医疗设备啊，几乎可以撑过这个冬天啊，应该是不缺了，好吧？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什么。我们这边一样有这个地窖，目前是下不去了，之后应该是会。藏一些弹药库啊，或者是一些补给品的之类的东西啊。那我们这边也是有一些兄弟在这里啊。OK，稍微看一下。那我们山顶站这边也有做这个围墙，都把这个围住了，不怕丧尸打进来。然后这是什么地方？看一下。OK，这是我们的园艺的用品，还有一些医疗包。给你看一下，虽然说现在是下雪中啊，但是我们的物资其实还够用啊。看这个地上的南瓜，然后这个是番茄，小番茄。原来番茄是树啊，那不是应该是小树，这是大树吧？这是樱桃树吧？不确定是什么树。OK，那我们的莴苣在这里啊，还有玉米田啊，好吧？还有玉米田，然后这个白白的是什么草啊？这应该就小草而已吧。OK，这个是纪念我们之前失去的伙伴啊。看一下地上有什么东西。OK，我永远爱你，RIP。然后玫瑰花跟小熊。然后这边是 OK，I really don't need this. 我知道你不需要 OK，稍微就纪念一下 OK，看一下这附近还有什么，这边还有塔台啊，对，这里是我们酿酒的地方，可以做这个燃烧弹 OK，然后这是可以上去吗？不行，这不能上去。但我知道前面有个地方可以上去，这个是 OK，这个是屠夫，我们的肉都来自于这里。这好像是，这还活着啦啊！我们养的小猪，小猪小猪啊，这里啦，这可以上去啦，这 tower 这是塔台，上去看一下，哦，直接上来嘞。酷哎，然后 OK，我们这个狙击枪可以直接射到很远啊。我们现在可以守住这个桥啊，如果有人打过来的话，可以看到外面还有丧尸啊。当然，我们也有这种吉普车，上面有机枪的。OK，随时可以训练一下靶子。但我手上只有我的棒球棒，还有6发子弹的手枪啊！我们不要浪费子弹。天哪，你不会冷吗？这应该是刚运动完吧？OK，我们还有再加装一些柱子啊，然后可以增加一些防御。看看这还有什么？OK，我们还有装甲车啊，还有卖水果的小贩。这是我们的武器库啊，当然也是有重装备。看看我们的武器库在这边，里面有不少弹药，不缺弹药了目前。但是我们目前比较缺食物跟水啊，那我们等下富兰克林要去外面搜刮一下。哦，已经开始吃东西了吗？这有什么？
都积雪了啦。是烤面包吧？烤面包，还有冷冻的燕麦粥，然后就交给他了，交给他了。我们等一下去外面搜寻一下食物啊，这边有房子，看一下。OK，我们这里面有简单的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失火了吧？烧起来了，对，这不合理啊！这个蜡烛啊，怎么放在这里啊？啊，直接睡在地板上面了。好哦，我们电视机目前是不能使用的。啊，这边还有食物哎，可以拿吗？不行哦，算了，我们出去一下。好了，我们就直接先走出去好了。啊，我们这边还有牛牛，可以啊，牛牛，好哦。我们等一下去哪里啊？我们去这里，好不好？去这边，然后收集一些水跟食物。我们开一个车去好了。我觉得不用大费周章，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啦，好不好？出来！很滑呢，果然是下雪哦。走下面啊！哎呦喂！那种水果店哎，这什么？这什么？这是 NPC 吗？不是，他是要赛跑的，很危险哎！赶快回去啊，这里不适合你啊。我们还是前往我们的目的地好了。为什么地图看起来很近啊？怎么看起来好远哦？过头啦，我们就直接转进去啦。撞他了，撞他！24/7，24/7，不要起来了！好，我先去搜刮一下东西，等下僵尸跑进来就尴尬。这个东西啊，吃下东西。食物，没有水，没有水，再找一下。僵尸过来，僵尸过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哎呀，走过来了。我先跑。开车啊！快点开车！这样子不够，撞他们好了。Look out the way！还活着一个，靠过来嘞。哦，这么硬哦！
哇，汤姆，汤姆，汤姆，这样怎么收东西啊？就6发子弹了、欸，好，有人建议我测试一下这个火力怎么样？来测试一下，不是上车，不是上车，上去，来喽！而且没有子弹限制，还有吗？走过来了，另外一边啊。耶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哇，旁边也有哦，快快快快快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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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捡！哇，这要捡到什么时候 ？Resource 加2，东西很少啊！哎，加3，你们加5的，快点！好了，开回去了，开回去了。标一下地图好了。等下迷路 ，OK， 耶耶耶，快到家，快到家，哦，哇，哇，怎么那么多丧尸啊 ？Would you open your damn eyes？ 都围过来了，哎，哎，进不去吗？进不去啊！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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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尴尬了这个。可以的，你可以了。传送，不让我进去了啦。他只能出来，不能进去。Hey, look out for fools like me. 哦，可以可以可以，进来了啊，进来了。感应不好。好啦，我先把车子停在这里啊。哇哦，子弹用完了啊，待会再去补一下好了。看一下可以做什么东西啊？先啊，没有水，没有肉哦，咻，有食物啊，食物啊，我们做这个 campfire， 哎 ，campfire 放哪里？campfire 放在。放在这里啊，比较合理一点啊，放这里好了。OK， 然后这应该就可以做水，不能做水。Can be creating cooking raw meat。手上没有东西可以做，那先吃东西好了，吃东西至少可以补饥饿度跟水分。OK， 那这可以做东西吗？不能做，东西不够啊，不能做东西啊。不过至少目前还。补充了一点水分跟食物，好吧。哎，我们的烟囱有在冒烟啊！我们上去看看。他连这里做出来嘞，那好棒啊！上去看一下。栏杆只有一根啊，不怕掉下去。这里好像过不去，可不可以啊？哦 ，Oh no！ 不要掉下去。好啦，看来是上不去了。我们的今天这集先到这边了，好不好？那如果喜欢更多这系列的呢，欢迎下方留言给我。这也太坑了吧！那先这样喽。